郊区，我们郊区台普有买。我说刚刚列车长的，不好意思哦，您。9月17号，郊区站，达 K 14:23所排的是418号车，说阿发车将沿线开往北湖，等用8:15下车呢。有的，普悠玛这样啊。28次，苏宁发车将北湖线开往的普悠玛站，这个月会达到228吗？这个月达到228。这是小活动的，是不知道去哪里的小活动。原本想说北部的打来个南部，只是因为我的要的票啊，我觉得蛮可惜的。好了，我的28次，天佑2028加天佑2027普，2027加天佑2028普悠玛，这样28次苏宁发车将北线港华联普悠玛，在郊西站交汇十里哦，14:24，9月17号，拜拜，打 K 十里了。下一站顶埔荡埔丁波，结果那间猫。